第三个，台湾的赵恒问的，师尊好，弟子想信问师尊，师尊曾教授过力度母，可观想荡的特别招情口诀，莲花童子是否有特别招情的口诀？请师尊慈悲开示，感恩师尊。这个跟上面那个问题差不多，跟第一上面这个问题差不多。这荡的特别招情口诀，可观想荡的特别招情口诀。莲花童子是否有特别招请的口诀？我告诉你，莲华生大士就是莲花童子。莲华生大士就是莲花童子。特别的招请口诀，你应该知道了。你有没有净思？有没有重法？有没有实修？以这三个东西来供养莲华生大士，就是特别招请的口诀。